转进攻，二比一，高啦！斗波真系好过瘾啊！张舒曼嗰场系啦，哇！三，抢啲位抢好呀，张舒曼嗰波，啊，虽然咧球几平。放翻短嘅，佢又夠時間上翻嚟喎。係啊，係啦，中間多啲。啊，呢球咁都過到。哎呀！自己發球，有機會啦，正手咯，唔好咁多反手。係啦，好，好球嘅。啊，近身嘅。好嘢！真係希望速戰速、哎、速決啦。哎呀！呢、这个球谂得唔系咁仔细话，好嗱嗱转咗佢，仲想侧身，唔合理喎。啊，因为佢而家咪打法下下都重，系啊系啊，啊，你又翻翻咁好个位嘅，好球，发球一得一失都系掂嘅，系啊，最紧要保得住嘅啫，好嘢。所以他啱啱食住佢个打法，系啦，呢啲球咪唔怕咯，嗱，再拉翻过嚟，咁高仲有九，好，再一板。先加油，继续。前场咧，张玉自信得唔够，逼得自己好狼，即系全部都自己，就好明显就睇到十比八嘅时候就大家相持啦。嗱，依家死先发力噶，搞到自己都冇。好嘅，好嘅，系啊，速度够大啊。打板嗱，呢下角度大啦，拉咗佢过去，扯咗佢左边，跟住扑唔翻个右边。嗯。嘿，打低都唔接发球，通常就冇乜问题嘅、哎。好嘢，好嘢，啊，七分咁啊攞来。系啊，因为体力都系有少少问题啊，同埋个战略方面，嗱呢啲咪相似咯，睇下边个挨得起啫嘛，你挨。扣第一板、第二板、第三板都扣唔到，第四板開始猛噶啦啲嚇，一系就搏，一系就穩，你冇中斷嗰啲嗰種相持嘅能力啊嘛。仲未死，再畫，哎，好嘢！啊，不過呢啲球咧就觀眾係睇得即。哇！做呢啲嘢㗎。好嘢，搞掂，冇錯，唉，咁啊見到張玉贏咗咧，出啲真氣嗌嘅，嗱呢啲牌咧係九比九之下咧就真係冇得頂啦嚇。係啊，捱得住噶，真係，尤其是頭先呢局，哇，真係起起伏伏，邊個就氣勢就足。都是去的位置，一是你大角啲，一是中間啲，但係將佢哋平靜啲，你發現到張成萬就拿住了已經，係唔得猜住先，係啊，呢、這個位啱噶啦，哎呀，好，
終保持得幾好嘅狀態，張勇咁高，哎呀，又係呢個朱星攬到嚟順延播影㗎嚇。咁啊，我哋睇緊係第六局嘅比賽，咬得好緊啊！哎呀，好殘暴啊！真係。見到張，哇！埋嚟，哇！六板啊！哎呀，第七板打落嚟。哎呀，好嘢！再一板，哎呀，呢板咧来来回回都应输唔输。好，哇！钟成曼打翻个信，打咗个信心喎。張成敏拿完這分之後就自然拋高快板，很開心地衝向教練，這個他的內心興奮自然大家明白的，因為這場賽事拋到是七局，兼且張成敏一度是劣勢的。